黄静是天津市的首位市长，但是他还有个更让人感兴趣的身份，就是江青的第二任丈夫。据说他指引江青走上艺术之路，更是介绍江青入了中国共产党。这其中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呢？请大家点赞加关注。小编今天来给大家讲讲黄静的故事。黄静本名于启威，出生在浙江的名门世家。虽然是大户人家的少爷，但是于启威思想先进，并且热衷革命事业。大学期间多次领导学生爱国活动。作为学校的文艺骨干，于启威创立剧社，并且经常带领同学们排演进步剧目。当时的江青还叫李云鹤，他的父亲生性暴躁，经常打骂母女二人，所以母亲一怒之下便带着李云鹤来到济南。没想到李云鹤天赋不错，在戏剧实验剧院招生时表现出众，一考便顺利通过，还得到了院长赵太谋的赏识。李云鹤学戏后经常在一些剧场客串演出，得到了裴姓富家公子的追求，两人迅速成了婚。但因为两人天差地别的生活环境，李云鹤受不了大户人家的规矩，第一段婚姻就此匆匆结束。他辗转来到青岛，赵太谋当时正任青岛大学校长，便把自己的小舅子于启威介绍给了李云鹤。于启威一表人才，还是学生领袖，李云鹤外表美丽，性格开朗，两人一见如故，迅速坠入爱河。李云鹤加入于启威的剧社，在进步青年之中小有名气，为之后的演艺之路打下基础。除此之外，于启威还介绍李云鹤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但1933年因为反动派的抓捕，于启威不幸入狱。组织担心会影响到李云鹤，把他安排到上海生活。虽然经过组织和家人的积极营救，于启威平安出狱，依然继续从事着抗日爱国的活动，但是因为工作繁忙，两个人聚少离多，两个人的矛盾和争吵越来越多，所以最终这段婚姻也走向了破裂。李云鹤单身后留在上海继续从事演艺事业，全面抗战爆发后，演艺事业无法进行下去的李云鹤化名江青，跟着进步青年一起到延安投身革命，而于启威的精力仍旧放在革命事业上。全面抗战爆发前，改名黄静的于启威已被任命为北平的市委书记，后来北平沦陷，他又到晋察冀边区工作，成为当地抗日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。天津解放后，伟人亲自任命其为天津的首任市长，当时天津的地位仅次北京上海，可见伟人对他的信任和重用。上任以后，凭借着自己多年在边区的工作经验，黄静以最快的速度就将天津的秩序恢复平静。根据天津独特的地理位置，黄静调整当地的发展政策，对天津以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，以至于他在调任中央时，百姓纷纷走上街头，表示天津人民是不会忘记黄市长的。这难道不是对一个好官的最高褒奖吗？他给天津的百姓留下了好印象，积极参与到百姓的生活里，丝毫没有任何的官架子，与当地人民迅速打成一片。虽然当时他只有37，是官员里最年轻的，但是他总是手里拿着一个小本子，每天闲暇时候就遛马路、进商店，四处了解民众需求。毫不夸张地讲，天津解放的第一天就通了电话，第二天就通了水电，第三天连电车也通了。这样高效率的工作下，天津的生产又怎能不迅速发展呢？到1952年底，天津的 GDP 跟1949年相比翻了一番，但因为长时期的高压工作，黄静最终还是病倒了，因为巨大的精神压力引发心脏病，在1958年2月去世，年仅46岁。黄静把一生都奉献给了革命事业，却一生廉洁清明。在担任天津市长期间，他最喜欢就是跟通讯员一起打篮球，甚至出去办公的时候自己开车，让司机坐车，去工地巡视的时候自己扇着蒲扇，更是在建设水上公园的时候与大家一起劳动。他的精神不但影响着后人，也深深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。正是因为他们这些革命者的努力，才有我们如今幸福的生活。